双眼皮啊，整个眼皮都不见了。哇哦！哎，嗯，哎，为什么没爆筒？哦，白痴啊！还可以再撞一次，洋洋。好，等一下。我看到那边有飞，玩错了，按的不错，我的肩膀上就按到全弹发射了，我找不到东西，我找到了，我来了，好了，哎，哇，那他转弯，生气。哦，我现在不太敢收到补血，再撑一下，补子快出现了。啊！苹果咬一口。哦，这个定时真适合补师。住在他的手手上面，我的那根都比他的手手还粗。OK。你们最喜欢的繁星来喽！好，干不补你了。我是唯一有回应的人哎、欸，难道我不回应比较好吗？那你可以回应的不要那么肤浅吗？我很难过哎、欸。我是默认，你看。那我不讲话了。好喽。可以撞。好，我找石头。撞。哎，他有反应，但是没倒，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倒、欸。是啊。
相信圣光。哇，圣光，我好烫啊，圣光。圣光烧起来了。香砂，香砂爱香砂，哎、欸、累，可以撞，没石头，我也没有，苏苏咪，哦，我是转这边，有了有了，发现斩龙即将离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刚去只有两人在打，所以太紧张。哦，喂、欸，爆桶！什么奇面猪？靠腰！对不起，我不该睡觉的时候乱叫。他睡着了。对对对，我没石头，我下来。我有算。诶，要怎么抓？就是这儿。你刚刚也是捡两次吗？还是捡一次而已？它是掉两颗诶。一次掉两颗，然后只能捡一次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捡两次。哦。各捡一次。我刚刚没有看到掉落物。哦，他直觉是会减两次，但是有些魔不会啊。地穴掉两次，但是有几率不会掉。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有些魔就只能减一次而已。嗯，对。我昨天已经深刻体会过了，班二跟大熊二，哎，大熊才都是只能减一次。哎、欸，我在背上，我在背上，你救一下、喔。没有，我来了。哦，狙斩了，炮一次一四二，有个低，我上不了了。我的天！我带错装备了啦！你看出去那么久的意义是？我刚改了一个名字，就忘记把它改回来，不，装备就忘记改回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那根没了。哦不！咻咻！咻咻怕啦！哦，好了，我没有截图而已，还好。嗯，下。噔噔噔噔，噔，稳稳稳稳稳。噔噔噔噔，闻不到龙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掉下来。哇！啊，我怎么也在他尾巴？我想去逃啊！白痴哦！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Hey. 我地质学的名字叫做圣骑士，我没地质学的叫做地质学圣骑士。背着自己，这么厉害的吗？自己骗了自己，自己骗的。还有想说，我有这么天才的吗？地板一直哦，
那你在厕所玩对不对？哦，捡到两次了，我终于可以捡两次了。我刚回来。没事，大哥，我要被咬几次？没事，再一次。瑞斯，我看那样甩，居然甩到我，太过分了。啊，准备倒了。而且他又不倒了。哇，晃。队长，好，我正要讲。雷切，吃火龙。Yeah。哈哈哈哈。那就剩下水妖了吧？水妖，水妖就要开我的了。好，你就离开吧。他要开波西还是开你的？开他的没关系啊。好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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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哎，又了。哦。要不要先打调查通票局啊？没关系，可以一个一个来。哎、欸，不过等一下农巨魔吗？需要继续巨魔吗？可以啊。那就调查。那你是说吗？啊，他一百五。一百五的话，将将不能打，我们可以陪你打。哈哈。那是呀，巨魔啊。我要吃东西嘞！啊，巨魔、啊、不是刚出来玩吗？哎、欸，你刚吃我，哎呦！他去厕所拿宵夜了，不是盛宵夜吗？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不好！厕所盛饭吃。哎呦！耶，掉！你是不是身上都满满的一臭蛋？啊，我这边还在交易船中买很多呢。这两只是同时吗？我拿到四人的眼网嘞，太棒了！太赞了，我接了。你可以打四人血量的眼网了。对啊，我决定自己打完。江江，我告诉你这是怎么打。十六号营地出来之后，先往右边走。先去摸个主机，捡个石头，再往那个四五号那边走。哎呦，上次好像谁哟 ？HDD 吧，有人这样教我。我不知道他在一个啊。什么在一个？还是不需要？哦，对不起耶，我们四个人的哈。嗯。我没有把自己算进去。把我算进去。我力战的调查全部都是两个奖励耶！天哪！嗯，我应该都删光了。那就删掉了。这两只乌龙，乌龙的勉强留，压删掉。好，这两只都不怕龙。对呢，跟边不怕龙呗。那火龙都不怕。火龙怕龙啊，
我是说火和龙他们都不怕。加崩。这雷狼跟那一把能不能升上去？猫的钓鱼好手。是吗？米娜桑。不行，我缺什么？我缺雷狼龙天女。哈哈哈！太棒了，天女。是我打了八场九场都打不到的天域呢。珠子不知道可以插什么，体力啊，他攻击珠，攻击珠，直升学，不需要，我一律建议攻击，我建议龙好珠，龙啊，我这个人很简单，每套装备现在都有龙好珠了。狂刻就对了，没广域化就能刻给自己爽啊！就像我刚刚青弩那一把，我只能吃自己。哎、欸，捡石头啊！我被丢包了，可是我没。我们在这边，赶快，赶快，十六号营地，十五号营地，跑啊！亚美罗。你竟然没吃饭？对，我没吃饭。哇，江江现在是用跑的哦，因为他没看到我啊。嗯，跑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我的导虫也叫我跑。我的导，我导虫刚才眼瞎，没看到，没看到他，所以就叫我来捡猪鸡了。我被揍了，我被开花，孤爪，孤爪，那孤爪，这里还有吗？我现在看不到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边只有一个爪痕跟主机，对吧？跟石头，石头。然后这边有那个鳞片吧？你刚捡过了。对。然后在前面一样有爪痕，就这样而已。有爪痕会拿了，再看他了一眼之后，确认过眼神，是一个胖的人。完了，没体力了。不是我掉帧了。Oops， 我还没打就掉帧了，为什么？好卡哦！完蛋了。你卡了，是真的很卡的那种哎、欸，我感受。我觉得我不能打哎、欸，先打打看嘛。我连翻滚都会卡哎、欸。哇！换气。要
重开吗？反正还没打。对啊，看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回归。他突然掉帧，掉得好严重哦！我被翼龙吐了一口就掉帧，原来是他害的。他吐那一口有点毒啊！妈。看得出来，地战的巨大脚，这是打那个对不对？蒙牛龙，那个蒙牛，阿牛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唱得很恐怖耶，砍来砍去。对啊，砍来砍去。你每次想到就好恐怖哦。为什么恐怖龙的尾巴都看不到？谁看不到？那个任贤齐都砍不到，我左砍右砍，上砍下砍 ，OK， 砍砍砍 ，OK，OK，OK， 砍的正好。哎，狩猎飞龙种，然后两头，力战个，对耶，任你。开的期间，我应该要去采购的。方妹，你有病吧？我觉得你要关麦了。哇，好恐怖哦！真的是狂刷猛刷哎、欸，很需要脚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贴皮贴一贴，关没了。对。睡眠属性强化到530了。我需要。咦？我什么都要打，好恐怖！我的斩龙零件，第一个是问号问号，
是要流斩的吗？我要去查。可以接任务了。好的。接了，完了！我觉得地质学生不能拔掉了。为了要贴皮，需要更多的。他打一堆力战士套、欸，我混的已经没了。嗯，把小肠照耀。吃啊！好像早上九点的早餐吧，中午才开始吃，吃到现在还没吃完。重点还是薯条，好油啊！好硬哦，好难嚼。好了。零件。斩龙，灼岩的剑断尾，这东西啊，哦，是一般的斩龙哦，这巨魔的一般斩龙，一般的斩龙我叫不出来，我叫来的都是力战。所以要降低啊，对啊。没有拿过哎、欸，不用啊，等下去打你的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叫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可以叫荒地的斩龙出来，就是一般的。一般的。